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啊！好久没有看见你们了啊，可不是吗？啊，小剧场还演了些日子，大剧场一直没演啊。今年算这场2场，是不是？刚才坐在后台，于老师说：“哎呦呵，观众也挺高兴，后台也挺高兴。”是，我说那是，我还没开演呢，有的观众乐得都背过气去了啊！哎，也不至于，买着票了就高兴，那是。谢谢各位吧。今天是年终岁尾，哎，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，跨年嘛。这场演出叫跨年，对啊，我们要跨到明年年中啊。太大了这步子。观众说没带褥子，你看，嗨，不是让您住这儿。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谢谢各位了啊，谢谢。新年新气象，是啊，过了年咱们又长1岁，哎，那就落下这么一个，岁数越来越大。是，但是令人欣慰的是，于老师还是那么嫩。嗨，这一年能看出什么来呀？头还是烫的这么滋棱啊！演出了得精神精神，很好，是吧？啊，尽量的多说相声，哎，大伙儿喜欢咱们，咱们又不会别的，就会说相声，好好说，好好演，让观众们开心快乐，让您满意，是不是啊？我也给自己立个 flag。您这话我现在都听不懂了。来来，方言你不懂啊？这是您那村的方言呐，啊，小孩们不都说吗？立个 flag， 什么意思 ？flag 一个宝盖儿，底下一立刀，底下怎么写的？这是不重要啊。新年新气象，我要转变一下自己。您有什么想法吗？岁数越来越大了啊，不该说的话不能再说了。哦，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再做了。嘿。不该去的地方，不要去了。这其实挺笼统的。嗨，就是你看这个不该去别去。你再去就不合适。我发誓，我要再去，我是个小狗。哎，就是这么一个还起誓呢。您这一个美好的愿望啊，你包括说相声啊，多出新节目，这对少在台上提于老师的家庭啊。这太对了，啊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不行吗？不是说你，就是说我。哦，我站台上说我们家的事儿，不可信，不可信，非得说于老师怎样怎样，这才好，这才可信。对，但是也被大家指责，指责什么呀？一天到晚的台上说相声，老说于谦的父亲、于谦的母亲、于谦他们家如何如何的，有意思吗？哈哈哈！谢谢大家。这么不厚道啊，这些人。这个同行们也指责我啊！你算算，有相声到现在150年了，你听哪个说相声的老前辈在台上提过于谦的父亲啊？凭什么都提我们家人呢？我很感慨，我觉得人家说的对，啊，倒是有一定的道理。以后我可不说了。得嘞，我谢谢您。得嘞，你得拦着我，真的。我干嘛呀？你得看着我，要说赶紧拦着我。您要说我拦得住您吗？您咱们得共同进步。啊，那可以。以前在台上所说的于家的故事啊，全是我瞎编的。你看，这就澄清了。人家的父母并没有像我想象中讲出来的，就那种戏剧化的人物，并不是啊，肯定那样。他父亲他母亲，你知道人多好啊。这就开始了是吗？哦，您这翻篇儿呢，合着后边那张还是他们？不是，我就想解释一下啊，在我心中，你的父母跟我的父母那是一样的啊，那也差不多，没有丝毫的不尊重啊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个老太太跟我亲娘是一样的，就这么亲。你们是没见过于老师的母亲，你见过呀？哎呀，这老太太，哎。这份儿的是吧？老太太倍儿可爱，是吗？啊，跟我念叨，上岁数了，别的也不盼着了，就是身体健康，多活些年，这才正经的呀。我说老太太，您放心，活100没问题。你也是好听啊！哎，老太太这真要强，是吗？天天在地上睡觉，干嘛在地上睡？啊，母亲奔80的人了啊！老太太天天跟地上睡觉，就这么冷天儿，不管什么月份，铺张凉席在地上睡觉，就一张单席子。她说接地气，这也太接地气了。这个我看着都瘆得慌啊！是啊，行吧，老太太没问题。行，我上医院体检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哦，健康。就是有点贫血，哦，贫血啊！你这不嘛，我见天吃点红枣，哦，补血的，补血哦，吃胡萝卜，也是补血的呀。吃红薯，啊、哦，这红色的东西，哎，嗯，吃紫菜头，啊，这特别补血。吃西红柿，嗯，啊，这也吃。吃大螃蟹，螃蟹怎么补血呀？蒸熟了就红了。啊，那有红色就算，哎啊，大虾也红了，哎啊，拜关二爷，哎，沾红就算呐，关二爷也算红色的，沾红就算。哦，老太太买那个火龙果，呵，火龙果砸碎了，怎么样？糊在脸上，啊，美容养颜。老太太躺地下，哎，抹一脸这躺地上，老看着跟那个案发现场似的。好家伙，老太太碰瓷儿来了，上这儿。可爱的老太太啊，我没说别的，我每句都是赞美，怎么到你这儿那么难听？这话什么哪儿难听？就您这弄一脸火龙果躺地下，这我是尊重这个老太太，真尊重。那是还有你父亲，啊，又该他了。嗯，在我心中，嗯，我一提他爸爸，我就不自觉的就啊，特别想立正，是吧？立正干嘛呀？就尊重啊。哦啊，上家去哟。特别怕这个老头很威严。哎，但其实他没有啊，他没有说跟你瞪眼啊什么没有，啊，不发脾气，咱们就是尊重。是，老头就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那个普通的那个老大爷。哦，哎，在家里边老头特别好，戴小眼镜儿啊，有点近视。哎，穿个吊带儿。对、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都没听说过老头穿一吊带儿，那像话吗？那能看吗？那个，你也穿过。我也穿过吊带儿，白色的吗？这下来之后，这跨那叫跨栏背心儿，知道吗？那个您说那个白色的这么宽那个，是吧？那跨栏背心儿那不叫吊带儿。什么是吊带儿啊？还得再裁，还你提这干嘛呀？你这说跨栏背心儿不就完了吗？你这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子。啊啊！真的啊！我每次见他肃然起敬，尊重。哎，坐在那儿没事，老头爱写个东西，毛笔字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看他那日记本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还写日记呢？哎呀，我有时候也写日记啊。啊，写了3天腻了，拉倒了。哎呦，坚持不下来。人他爸爸那日记本那么厚，嚯，就这么一摞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我能看看您的日记吗？让看吗？戴手套看，这讲究，怕弄脏了啊。戴上手套。真干净啊！翻开了，嗯，1987年3月1日，哦，今天我要开始写日记了，嗯，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真好啊！再看吧，看第2篇啊，2005年，嗯，我释放了，我又能写日记了。哦，合着蹲20年呢他，我说这本那么干净呢，看着感动，那有什么感动的呀？真棒！不能像你想象那样，那个老爷子不会犯任何错误。没进去，没进去，他还上班了，他怎么能进去呢？上班呢？他可能是跟自个儿开玩笑，啊，这谁看得见呢？这开玩笑，哄自个儿开心嘛。那个老爷子他是银行的行长，他怎么能出问题呢？哦，银行的，他父亲是北京儿童银行行长，啊、我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单位，儿童银行的。对，北京儿童银行行长啊。那管什么用啊！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哦，嗯，每天带着员工们进行各种的反恐训练。每天都反恐训练？万一坏人上儿童银行打劫来怎么办？那也就偷一兜子零钱呗。你什么态度？你这个人！儿童银行嘛，你甭管什么银行啊，哪怕一个钢镚儿，那也不能让坏人抢走。那倒是。老头天天的就这出啊。张狂啊！这个如果有坏人冲进来，大家不要慌啊！好，现在要开始演习了。是怎么演习？赵姐，啊，躺下。啊，赵姐，孙姐，嗯，哎，躺。哎，刘姐躺这儿来，躺这儿来。我躺里边儿。对，起来。干嘛合着反恐就都躺下是吗？哎，躺到5点，大伙儿下班回家。就跟一帮娘们睡一觉，合着是。 你这什么反恐训练呢？你就是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子，可气这叫。所以你说他被抓起来，谁信呢？啊，我信呐！这个，这还不抓起来，这都该枪毙。这个，没有你这样说话的，知道吗？可不是吗？感谢这个老爷子跟老太太。哦，谢什么呀？您的父母最大的贡献啊，轰了谦儿哥。不是，什么叫轰了我呀？轰孩子吗？ 轰出一个孩子，轰什么？生的轰出一个孩子来，没听说过，打哪儿轰出来？生出来谦儿哥，哎，这对，造福了中国相声界，还造福了中国。这个相声要想说好，取决于我们2个人，啊，那一点不假。从我这个角度出发啊，要动脑子，那也一定的，这是第一啊啊！您记着啊，怎么能把相声说好？俩窍门。 您说，第一在我这，第二在他那儿啊。在我这就是要动脑子，哦，很重要啊，是要动脑子。我们老得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安排，话得这么说，观众才能笑。艺术吗？从我们角度出发要研究。是我这边呢，您这边就是人缘疼人。哦，我是有人缘的这2者缺一不可。是，你说逗哏的这边天天跟缺心眼儿似的。 嗯，他说那话还没说完，观众就想起来了，这个不行，一定是赶在观众前边。哦，我老研究这个，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嗯，比如说问于老师，嗯，大肠你吃不吃？大肠当然吃啊，大肠是动物的某个器官，是活的时候它是装那个的，啊对，但洗完之后你吃不吃？吃啊，你看对吧？对，大肠洗干净你可以吃，对，来个马桶装饭你就不吃。 哪怕这马桶是新的，你看那装屎，你看他都能接受啊。哎，马桶新的，倒上酒你喝吗？倒水我也不喝呀。新的也不行啊。你是不是得研究这问题？这用研究啊，这个谁也不吃啊。那举个例子啊，啊，郭德纲跟这洗脚，洗完脚这水端过来，于老师，您洗把脸，你洗吗？不洗，他觉得脏。 对了，你在游泳池里还扎猛子呢。哎，这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个好几百人跟池子里边和了啊！啊，你跟着哇钻进去，我还喝一嘴。你看，啊，你为什么能接受？没想到呗，不值得研究吗？对吗？啊，哎呀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俩人搞对象，是一说分手，我一天都忍不了他。对，我跟他配不了，我腻歪他，见不了，我必须跟他分手。 对，忍不了就得分手。对，你上班的时候你也未必多爱上班，你为什么能忍？就是因为给你钱了。啊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说你就研究生活中很多事情，其实你研究透了，你就能说相声。哦。但是啊，从逗哏的角度出发，好多事好研究。怎么叫好研究？你看，从我们的角度，你只要走脑子，你就能成功，是吗？但是从这边来说，你要不碰见一个于老师这样的。 嗯，你就说不好相声。哟，您我这么重要吗？我合作这么多相声演员啊，啊，私交都很好，但是台上，谦儿哥跟我是最好的。谢谢您，您别客气，跟我亲哥哥是一样，这关系好。坐后台吃东西，啊，哥您吃这个，不，你先吃，啊，让互相让，一定是我先吃，我吃头一口，嗯，哥哥吃第2口，是我吃一口，他再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他再吃一口，咱感动。咱吃什么呢？甘蔗。 啊，我也不好意思嚼得太干净，是吧？哦，谦儿哥吃的就比较努力，是不努力不出水啊，那玩意儿。您都嚼一半了给我呀？他跟我，你先吃，你吃完给我，哎，咱受不了。哦，你先吃那口，那口给我，合着是？啊，那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，就吃完了就说这意思。哦，事儿不大啊，嗯，就是哥们之间交情。 是我老站在边上看于谦，那肯定的嘛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通过多少个事情看完之后，我决定这个人是可以跟他相交到死的。啊，这捧我，这捧我，善良，人应该这样。那回是在哪儿？我忘了，我们在外地演出。演出还早，然后，傍晚之前吧，就剧场门口，大伙儿说溜达溜达吧，走一走。那个城市没去过，旁边就一卖手机的店。哦，一个孩子拉着他爸爸要买那新手机，哟，看这爷儿俩穿上打扮就是普通的人家。哦，那个手机得1万多，很贵呀。他爸爸就央给他孩子，咱家这条件买不了这个，爸爸再给你攒2个月，咱们再买行吗？买不起。那孩子不懂事儿，哎呀，坐地撒泼，哎呦，就得买手机，没教育，没法弄。那个爸爸真可怜，是吗？眼泪都下来了。没法弄啊，掏出一根烟来，一边抽烟一边流眼泪，难受。谦儿哥一直在旁边看着，是吗？到这会儿，谦儿哥看不下去了，我呢，走到跟前儿啊，给我也来一根。哎呦，要烟去了我，不给人买手机呀我。我还蹭根烟上那儿，哎，叼着烟卷就回来了。哎，你看这，咱看着心里，这不是个一般人，那是多缺德一人呢！这是，这不是一般的人家能培养出这样的好的人来。哎，对，没怎么看。但是跟我谦儿哥没有，不这样，这份儿的。哎，这些年来啊，当然有时候抬杠拌嘴也是有的，难免啊，有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其实。还是应该说怨我，您这又是你看我批评，不应该的，咱刚才都说了嘛，啊，新年新气象嘛，是以后不该说的话我也不说了，不该做的事儿我也不做了，不该去的地儿我也不去了，再去我是小狗。哎，您这是要说什么？跟您说心里话啊，您说，之前可能有些个地儿我做的不好，您也多原谅。什么地方哪儿啊？有时候你看他这人不记别人的坏处，我就忘了，这是让我最佩服的地儿。是我们有一次抬杠啊。吵起来，因为作品的问题，到最后我急了啊！我说告诉你于谦儿，慢说是你是，就是郭麒麟我也不饶，啪！怎么样？给于谦儿一大嘴巴，占完便宜还打人，啊！回去之后，我的心里边其实也不是滋味，干嘛其实啊？不应该那样做呀，啊，是不是？徒弟们也劝我啊，您不应该这样跟我谦儿大爷闹，是不是？谦儿大对您多好，你要听我的啊。孩子们说，您找谦儿大爷道歉去。孩子都懂事儿，徒弟们都劝我，说到最后我也挺难受的。我说是吗？那我去吧。我说这确实是怨我，一时冲动。是老话说得好啊，冲动是蘑菇。对，蘑菇。啊，冲动是蘑菇，像话吗？说什么魔芋啊？魔芋，听说过啊？冲动是魔鬼啊！冲动是魔鬼啊！魔鬼啊！什么呀？您这魔鬼打起来了？哪儿啊？不是山东方言啊？没有。行，我找于谦道歉去。来吧，徒弟们说您别空着手啊，有了诚意才行呢。哦，那怎么叫诚意？大爷没别的爱好，大伙儿都知道，抽烟喝酒烫头的是吧？哎，您给于大爷啊买一条中华。我还带礼物，我说干嘛买一条啊？买一箱，这真有诚意了。搬着一箱中华上于谦那儿去了。哎，一砸门啊，嫂夫人开门，我媳妇儿谦嫂看见我了。不说不来吗？再来是小狗。哦，这启示是给我起的，合着。您这太可气了，您哎呀，臊得我呀！啊，我是说过不去了，这没听说，想不到的事情啊！哎呀，想说事儿吧，你嫂，你啊，叔哪儿啊？就叔，电视剧都那么，这不用按电视剧那里边喊。哎啊！我来就找谦儿哥道歉。哎，说事儿不在家哟，不在家啊！哎呦，这事儿闹了，那得了，那改天吧，改天我再来啊。这箱中华，您替我转交谦儿哥啊，真给我这个口气清新，对蛀牙特别好啊。中华牙膏啊，您是嫌我口臭是吗？放下啊，这多少心里踏实点哦。不知道谦儿哥那关过得去过不去啊，还提心吊胆。其实呢，人家已经开始自我批评了。我自我批评，我这头在家闹心，他也不好受。我闹什么心呢？他自个儿也琢磨，我不该跟德刚这么闹。我怎么闹了啊？他未必真拿我当郭麒麟。我也是浪的，我也是。嗯。再说了，他气头上，咵给我一巴掌。对呀、啊，我要躲开不就没事了吗？哦，我没有闪。嗯。啊 您这句话说得好，这样啊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找郭德纲道歉去。我怎么想的？我这是，我找你道歉去，找郭德纲负荆请罪。我也不知道哪儿学这么一词儿。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啊，负荆请罪怎么讲啊？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，是。 跟朝里的一个大臣叫蔺相如，闹别扭了。哦，但是蔺相如一次两次的容让。嗯，后来有人跟老将军说，人家不是怕您，那是怕的是文武不和，对国家有伤。是老将军听说这个之后很难过。嗯，是我的错。哦，于是脱一光膀子，背着这荆条。荆条，哎，荆条就是边框用的那种东西。 哦，去找蔺相如赔礼道歉，说你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是我的错。哦，打这儿起将相和，国家富强，这是有名的故事。于老师说我要比古，哦，我要学一学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，我要找郭德纲道歉。是是是，就把衣裳就脱了，负荆请罪嘛。嗯，我，啊，我全脱了呀。 留了一只裤衩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您走小字眼儿，我还能听明白啊。穿裤衩儿啊啊，穿拖鞋，那管什么用啊？表示诚意。哦，推开门啊，嗯，找德刚去道歉。啊，这刚去就得了，就出去了。哦，各位，这个12月底的北京很冷，还就是前两天的事儿，你这玩意儿。 我到那儿再脱不行吗？我就非得出门之前我就脱好了啊！虔诚，我干嘛那么虔诚啊？出来之后得先找荆条啊，还没荆条呢。哎，条，荆条是一种植物，是一般长个2-3米啊，长的能到7-8米，那种灌木，上面那花儿可以做精油，是底下那根儿。 是可以入药。这个大冷天我就别学术研究了啊！我得给观众想清楚啊啊！当件是这荆条，边框用的那玩意儿，是是。那你琢磨抽在身上得多疼啊！拉得很啊！那于老师出来找荆条，一边走一边哆嗦，一边找着。哎，走街上人有那好心眼的大姐，是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！她也是愿意看啊。嗯，你是不是那个？ 讲相声的于谦老师啊，他还认识。嗯，哎，真白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怎么那么贫呢？这大姐，你这样会冻着的啊！就关心一下，对。这个也没有富裕的衣服，哎，包里边有丝袜，那能管多的用啊？多少也挡点风吧。啊，于老师接过来，真穿啊，姐姐啊，啊啊，打开丝袜，是。 我套脑袋上了，哎，省得让别的观众认出你来。我不出来好不好啊？我套好了啊。这大姐也是热心肠。是，你要干嘛去？这是？问问吧。我要找金条。哦哦，找金条啊？拐个弯那银行就问问去吧。银行。于老师穿一裤衩儿，啊，带着袜子。 就奔银行去了，好嘛，哆里哆嗦啊，进了银行，哎呀，要往常来一这样的，保安得害怕。哦，哎，今儿个这帮保安，啊，对，没见过现这么大的眼的贼。嗯，你要干嘛？金条。谁告诉你了？这儿有金条啊！这大姐，你要打劫呀？ 谁呀？怎么全听错了？这个打他啊！一帮保安过来，叮咣5-4把于老师打一顿。哎呀，打完之后得跟单位领导汇报啊，还找单位呢。行长，啊，来了劫匪了。哦，行长在里屋正躺着呢，知道吗？赵姐，快起来！这行了，行了。孙姐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好，我这打劫的自家银行去了是吗？啊。 哎，老头儿出来，打扰我爸爸睡觉了。哎，这事闹的。哎，老头儿出来，带着几个女工作人员啊。啊，老头儿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是。哎，这才跟老头儿说，哦，我要去找点荆条。哦，这说清楚。哎，老头儿说你糊涂啊啊！北京没有，北京都没有。你呀，你上河北省，保定地区，哎，保定有，保定上快去吧，快去吧啊！穿上，你给他件衣裳吧。 几个保安给你搀出来了，那叫推出去的。哎，推出去，老头儿，赵姐快躺下，一会儿又来劫匪了。好，我说推我出去，老头儿急着睡觉呢，是吗？于老出来打一车啊，奔河北省啊，知道打车，保定地区哦，到山里边问去啊。老乡说这个月份哪有去？没有，7、8月份啊，这年底了没有？哦，但是我们现在这儿呢有花椒木。 花椒，花椒，吃那花椒啊，那个木头，哎，说那个倒是有，啊，有用吗？有用，那花椒木，好家伙，也这么长了，一节一节他们弄的，上面疙里疙瘩，那么憨，那就长那样，跟大黄瓜似的，就这么一根啊，这个倒是有啊，你要乐意来一根也行，能用。于老师想来都来了，哎，弄了一根花椒木，哦，要负荆请罪，哦，就那么个意思呗。 回来带着这根花椒木到处找郭德纲，啊，我得请罪啊！我那天呢，啊，带着我那小儿子上游乐场了，啊，玩去了。于老师也奔游乐场找我，哎呦，那个好家伙，好几十万人呢，这都是玩的呗，谁能看得见我在哪儿啊？对，都看我呢，啊啊！于老师一琢磨，来都来了，嗯，先来过山车吧，我呀。 我还上高处散，呵，嗯，过山车一会儿激流勇进，我还玩水，玩水激流勇进，所有人都害怕，是怕弄身上水感冒啊，只有他不在乎，我不在乎，一会儿就干了，那是错不了啊，高高兴兴啊，所有项目都玩了一遍，啊，3遍了，哎，所有人都看见了啊，最后才发现了我，啊，我都傻了，是你怎么了？ 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谦儿哥高兴啊！我哪有头发呀？我这冻成那样了，还有这个，都往这儿看，还不够，好几十万人啊，看着呢，回头看，嗯，我叫于谦，别自我介绍了，我对不起郭德纲，哦啊，我今天怎么样？负荆请罪，这终于说出来了，一伸手，嗯，就把这花椒木拔出来了。 德纲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之前是哥哥的错。不是，我先别说事儿，我先别说事儿，我这有一环节没弄清楚。好的，没有跨栏背心，我没说跨栏背心的事儿啊。我这花椒木在哪儿搁着来了？花椒木出自河北省山区。 你要说6、7月份，他有那个，我没说他的出处。好的，我从那儿拿出来，我也没穿跨栏背心儿，对吗？对，我就穿一双袜子啊，不，穿一双拖鞋，对，然后穿一裤衩对。我这花椒木在哪儿搁着来了？这好几十万人呐，就说，哎呦，这是说相声的于谦。不是，我也没问那么多人啊，我问这花椒木，它来自于何地？啊。 你看，这大姐送了你丝袜。这个花椒木啊，啊，在裤衩上别着呢，松紧带够紧的啊。你是不是以为裤衩有一带儿？你是以为裤衩没带儿呢？没听说过，别在松紧带上了啊。德刚，我错了。 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多虔诚啊！接过花椒木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哦，大哥，是怨我，我错了啊！咱们哥俩不过这个啊，这个您先收着啊啊，给你了，我用你给我塞回去，怎么那么欠呢？这人，就哥俩就这份感情啊，这咱们不过这个，知道吗？啊，对。说我现在想起来我还热血沸腾了，真的是吗？真的啊。所以说咱们新年新气象，哥俩还得好啊，一定得好。而且以后老爷子什么你媳妇儿、老太太什么乱七八糟台上，我不会再说了。是您都说完了，您都说，就以前说过的那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重复的。啊，也没人听了，不会重复的啊。其实他岳父岳母很好。 人这谁不是捡新鲜的说呀？你这各位啊，给说相声的留口饭吧啊！实在不能说别人了啊，说别人人一告状，我们还得道歉啊，只能说我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啊？谁让你有花椒木呢？哎，这嗨，别提这个了。人家可以不说相声，我人家就算是在家躺着吃，吃不清，有钱，还别说他父亲家里啊怎么，那都咱都不提，就说他媳妇儿这边啊，他岳父岳母这边。 是在北京可能提您不知道，上哪儿提？上天津问问去，天津都提于谦的岳父岳母是做买卖的，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怎么着？他是生意人，呵，多少个行业被他岳父母垄断？嚯，这个垄断行业呀，就那个公司啊，当然有大有小，哦，有大公司有小公司，他们家那个买卖从早晨4点。 就开始开张，一直干到夜里12点半，就这些家这些买卖、这些公司，就4点钟开张，夜里才早晨4点，他岳父的公司就开张了。什么公司？就卖茶鸡蛋什么的，茶鸡蛋、豆腐脑啊，什么就这个，就是那不就是摊儿吗？那也是个小公司啊，公司也小公司啊。那是得4点半开，5点他岳母那公司开张了。这卖什么呢？老烧饼。 哎，那茶鸡蛋呢？溜，紧跟着啊，就所有的这摊儿啊，一家接一家啊，一会儿卖糖豆的了，一会儿卖气球的了，一会儿糖画了，哎，一会儿酸沫糕了，哎呀，一会儿什么酸枣，哎呦，就这忙活了。这点零钱不够老两口挣的了。嗯，你想他要不挣钱的话，他岳父岳母能住在黄崖关吗？住哪儿？黄崖关，天津。哎，到了盘山。 还得往山里边再走20来公里，黄崖关长城的边上盖着4合院。不，咱先盖什么院咱不管。天津做买卖，怎么跑那么远买房去？地广人稀，在那儿3进4合院，带后花园，带金鱼池，带假山。哎呦，倒是真讲究。天津城里你没有这个地儿，就非得上那儿。好家伙，早晨4点买卖就开张，夜里12点半收摊儿。 是12点半收完摊，老两口子急急忙忙往黄崖关那儿赶，睡觉去，知道吗？到家打一照，赶紧回来，4点又开张了。那到家没到家呀？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哦。老两口子这辈子不容易，是吗？生了3个孩子，哎，还有功夫要孩子吗？这个，这净道上了，这个。那咱不分仨闺女，哦，3个闺女，3女儿，3个大美人，哦，他媳妇行三。 就最小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嗯，大姐姐叫妮儿，叫什么？妮儿，啊，妮儿，妮儿啊，哦，借那谐音，爱称吗？啊，叫妮儿，哎，嗯，大姐姐叫妮儿，好，嗯，二姐姐叫不，这也是爱称，爱称，他媳妇叫村儿，一点爱称的意思都没听出来，嗯，就这仨，哎呦，嗯，仨姐姐好看，漂亮，大姐姐大长腿，嚯，大长腿。 谁见都说，呼，哎，这大长腿怎么样？不蹬3轮车都浪费了。好家伙，蹬3轮才浪费呢。二姐最漂亮啊。二姐呢？尤其夏天穿一露背装，这叫吊带儿。前面一走啊，后边大伙儿看，哎呦哇，啊，好家伙，二姐就出来了。怎么样？哎，看这补哎，你看，还这嗨，这后背啊，怎么样？一个痦子都没有，那一黑点都没有。这后脊梁不拔罐子都浪费了。 看着白净，哎，尤其是您的太太，我媳妇儿，呵，村儿，听着就那么梗得慌，嗯，村儿那个小尖脸儿，哦，多少个女电影明星那脸没有你媳妇儿脸好，瓜子脸，小巴掌脸儿，嘿，一刀没动过呀，啊，原来那儿小巴掌脸儿啊，标志好，大耳朵唇，大耳垂，大耳朵耷拉到肩膀上。 那么大耳垂，哪回上庙里烧香去，和尚都想把他留下。干嘛呀？说这开脸太好了，哦、比佛像还像佛像。好家伙，那跟假的似的。嗯嗯，这个大户人家，要不然人家这仨姑爷能那么满意吗？哦，都结婚了。那是，这是他们家三姑爷。对呀、啊。那大姐夫叫凛子，二姐夫叫捋春，嗯，一个意思。这是三姐夫。 我不如他们这名狠，嗯，但是你有花椒木啊，就别提这个，别提这个了。嗯、呵，尤其是没事儿，一家人坐在一块儿，有时候放个假，一块儿聚会聚会。哦，大户人家的风范，怎么着有规矩？黄崖关啊，哎，往深山老林里边走。呵，有一四合院，啊，坐好了，岳父坐这儿，岳母坐这儿，仨姑爷仨闺女，都到齐了。老头儿也高兴，是吧？今天好日子，哎，今天7月15，嗯啊。 嗯，咱们聚会聚会，7月15聚会。之前本来说清明节聚会的啊，结果耽误啊。对，7月15人称叫贵节呀，贵节呀，代表着生活富贵。嗯，你这谁骗你来着？来吧，喝酒吧啊，喝着酒，不光喝酒吃饭，还怎么着？哎，还要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探讨人生。 怎么探讨人生啊？哎，喝一杯酒，岳母站起来了，嗯，大姐夫跟我出来。 叫大姐夫出去，大姐夫叫凛子，是我们记住了。哎，那是个北京人，哎，可不是北京人吗？北京人才说凛子。哎，凛子，大姐夫做生意做得挺好。哦，哎，他是那个王八，啊，叫什么？王八，王八啊，王八，就是屋里好些个电脑，小孩们跟他打游戏，开王八的，嗨，没开网吧的啊，差不太多，不重要，差远了。 重要，老太太领着出来，哦，搀着岳母，哎，后花园围着金鱼池一转，还有金鱼池，哎，生意怎么样啊？哦，两口子日子如何呀？闲聊天抬杠拌嘴了吗？嗯，聊会儿天聊着聊着，老太太脚底下一呲溜，嗯，懂怎么了？掉金鱼池里了。老太太没站住，其实是诚心的，她干嘛诚心掉里头啊？考验一下大女婿的为人。哎呦，她要看什么呀？哎，大女婿啊。 外套一脱，咚下去了啊！给老太太拖上来了。哦，救人！老太太高兴，是好孩子啊？怎么好？不白疼，那倒是。哎，妈给你买辆车，汽车啊！嘿，给你买辆金杯，嗯，买金杯大车，先来一辆，先开着玩。哦，哎，奖励你吗？啊，那也行。这才回来，一进门，老太太乐了啊！我刚才掉水里了，别解释，没想到的事情。行了。 行了行了啊，换衣裳，这换衣裳当人换衣裳啊！哟，屋里还有人呢，多新鲜！以为您要负荆请罪呢。上屋换完衣裳出来啊，绿春，哎，叫老二呢。绿春跟我出来啊！哎，绿春出来了。哎，绿春，东北人。哦，哎，这会儿吃的正高兴呢，是吃那蘸酱菜，呵，就爱吃这个。东北好吃这个。走啊，跟我去啊！哎，妈，等会儿再吃两口。 就喜欢蘸酱菜。哎呀，啊，给他一罐大酱，他能把门口的绿化带全吃了。好家伙，菜不菜都放二上了。出来！嗯，出来捋顺，搀着老太太啊，金鱼池转一圈。呵，日子怎么样啊？还是这几个问题。生意如何呀？嗯，跟我闺女吵架了吗？哦，懂。老太太掉金鱼池里边，刚才衣服白换了啊。二姐夫外套都没脱。是啊，下去了，给老太太拖上来了，更快。老太太高兴是。 好又好，都没脱外套，是太拿妈当回事了。对，妈给买一车，又买一车，买一桑塔纳，嚯，这小车了，比金杯就强了。那是啊，回来了啊，老太太一进屋，我又掉水里了，你又来了，想不到的是，屋里去吧，这不还在这儿呢吗？谦儿，给你了，老太太不换衣裳了，哎，快来吧，上瘾了。 带着谦儿啊，围着金鱼池啊，日子怎么样啊？是，家里挺好的。你直接下去。爸爸还在儿童银行吗？啊，还跟赵姐他们说这干嘛呀？啊！最近又惹祸了吗？没有，负荆请罪了吗？还他全知道啊！你还要金条不要啊？行了，说懂。哎，这都老太太掉金鱼池里边了，早就该下去。谦儿傻了啊！谦儿不会游泳啊，就看着老太太跟水里蹲，水面上就剩老太太一只手。哎呦！ 谦儿过去抓住，把戒指摘下来了。好家伙，老太太就淹死了。淹死了吗？淹死了不要紧呐。啊，岳父给她买一大奔。哎，去你的！